起跑的时候很容易被带节奏的。小陈加油！小陈加油！小陈你最棒！小陈你最厉害！小陈加油！小陈加油！谁啊？嗯，这小子可以啊，不少通吃。 是还行，如果一直能保持这枪的状态，进决赛肯定没问题。怎么样？我给你推荐的人，左右。小陈，我在这里，小陈看镜片。小陈，你最棒，这边，小陈最厉害，这边，小陈，小陈你最厉害啦！小陈，加油！小陈，小陈你最厉害啦！快过来呀！知道阿姨得跑一跑，你没标了。 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儿子，太棒了！哇，妈妈妈，全是泡泡，你擦擦。哎呀，啊，这是赵老师。这位是我主教练罗娜。哎呦，罗教练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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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是我的教练吴泽。吴教练，你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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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前面儿子拿第一，你们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没看到刚刚那个小组第一10秒6.8吗？比我快多了。谁啊？没谁，谁都不重要，谁都没有你儿子强。对嘛？你呀，真是你妈妈，不是你姐。罗教练太会说话了。那就保养吧，明年就40了。怎么说话？实话实说嘛。